大家好，我是李哲英。大家好，我是庄家伟。高兴这次又跟范老师一起做这个二月十三成品的音乐会，由蜂巢主办的。弹贝斯，那贝斯呢，就是在这个音乐里面呢，就像爱一样，是一个基础。爸爸的爱，还有对于自己的乐器的爱，还有朋友之间的爱。我觉得爱对音乐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养分跟灵感，因为其实音乐是一种无形可是却无限美好的东西。那这些东西其实就是透过我们这些情感的一些传达跟一些投射。所以这些爱的各种元素在我们音乐人的生命里是极度重要，然后也不可或缺的。所以二月十三号跟我们一起分享这些爱的各种层面、各种层次，然后希望大家会有一个 great concert。所以呢，不要忘了二月十三号一定要来跟我们一起分享爱的音乐会。请你们一定要来听我的音乐会，因为。